大家好，我是绍兴小百花艺术中心的小生演员，我叫吴凤花。吴凤花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师承范瑞娟。她戏路宽广，善于塑造不同的人物，扮相帅气俊逸，表演形神兼备。在继承范派表演特点同时，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大家好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我是绍兴小百花艺术中心的副派花旦演员陈飞。陈飞，国家一级演员，师承傅全香。他颇具表演天赋，善于刻画人物性格，唱腔委婉俏丽，醇厚悠扬，别具风格。今天我和陈飞为大家一起交流的是《梁祝》当中的《十八相送》。这出折子戏呢，应该说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在全剧当中呢，应该说它格调是比较清新的。我觉得在演员在演唱的过程当中，要注意节奏，前半部分要尽可能的保持轻松，然后呢，祝英台她的心情跟梁山伯心情当中都会有一些依依不舍，三年的同窗共度，在兄弟之间留下一个深情厚谊。那么在气息当中，同样跟剧情人物的情绪一样，要保持流畅一些前半部分。我觉得就说十八相送呢，在我跟你两个人演的时候，前半段刚才吴凤花老师也说了，就是说要尽量的就保持一些相对轻松一点，但是在后半部分的话，它还是整的一个大情绪呢，它是在两个人的那种依依不舍，三年读书就要分开了，所以还是那种有分不开，就是难舍这种感情要连续，要延续下来。那么今天我们两个呢，为大家要教唱的就是这一段《十八相送》。相依相伴送相伴，
我再就是提醒大家，也就是我跟陈飞在演出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。有前一段时间吧，刚刚开始接触这个《梁祝》的时候，两位老师都给我们提出，在表演当中千万不要像悠哉悠哉的游西湖一样，就缺少人物的情感交流，这是大家要避免的。也就是我们曾经在跟陈飞的学习老过程当中，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，我想供大家共同参考。好，请乐队老师，我们来第一部分。我觉得在前面部分演唱的过程当中，要提醒大家的是注意咬字，因为很多戏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把尖音跟团音有些混淆在一起。打比方说前面那个喜鹊的喜，欢欢喜喜的喜，有很多朋友把它唱成喜，我觉得应该是团音喜，喜鹊，千万不要把它唱成尖音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在浙江跟上海之间的尖团音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多少有点地域差异，是，但是语系千万不要，就是尖团音不要混淆错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呢，在演唱的过程当中，就像那个最后松下山，不要山，就平铺直叙的这样唱，一味的追求放，一味的追求共鸣，这样可能观众听来会听觉的乏味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
对，还有就是祝英台在唱那个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她不是这里有一句唱，我们普通话是念树，但是在我们粤剧的念白的话，她应该念树上鸟儿对当对。这里唱的时候呢，大家始终要保持一点比较轻松一点，包括你的嗓子的声音的音色的话也做得亮丽一点，因为祝英台在这个时候的话三年读书下来的话，按他的年龄来讲的话也不过是19岁，那么所以她是一个非常年轻靓丽的一个女孩子，虽然她是男伴，但是呢你的音色上的话也要讲究一点，尽量的偏年轻一点。另外呢，就是在前半部分的表演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两人之间的动作应该是相互比较协调的。祝英台在唱的时候，梁山伯要去衬托，有点载歌载舞，但是这个情绪还是要在人物当中。两兄。我看了两位小妹妹都带表演，是边唱边表演，确实不错，而且祝英台呢音色也非常的优美动听，那么里面的话对你要讲的话，我就说里面那个咬字你要注意，书房门前一枝梅啊，你唱的时候的话你是书房门前一枝梅，有个字是有点这个，书房门前行行，哎，你念念看，行行行，一枝梅枝枝，哎，牙齿跟那个舌尖顶住，一枝梅一枝梅，不要唱一枝一枝梅啊，注意啊。然后还有是那个想你两兄，不要唱想，不要唱想，不要唱尖音，应该唱想你两兄抱起来，来你唱唱看，想你两兄，想你两兄抱起来，胆子大一点挺好的。然后是那个后面那个两兄请，你现在是两兄请，你跟前面那句两兄还是要带着这个情绪，两兄请，两兄请，对。听下来之后，第一你的唱
我是觉得你的声音不够立体，上天花板有点塌方，因为你的口腔共鸣没有。按理说你这个嗓子声音还可以，再把它就是塑造的更好听一些。弟兄儿子参明来，你全部弟兄儿子参明，可以把它，我前面说到声音要立体一些。门前西恰尘上，感觉里面要很空，空起来，这是一个。然后那个咬字，可能还是有点地方语言。七杂落叶多辛，辛苦啊，用稍微加一个装饰音就多辛，你刚倒字了，多七杂落叶多辛。你加一个装饰音，加一个装饰音就没有这个就不会了。包括后面那个打柴肚子，当洒肚子，当洒肚那个肚肚，当洒肚对肚，记住啊。小夫把他担，七杂落叶多辛苦，当他独在夜艰难。最主要的扇子，千万不要这样，祝英台也有，整把抓，三个，三七开。包括前面祝英台，你应该这样打下来之后有一个公公，然后你们公的太低头，就试一下，比如说你好，或你好，是不是啊？没必要，我们台上美嘛，就是呀，试一下，这个在中间，慢慢，然后这个顶下来，立起来，对，三个手指，对，脚尖起来。对，脚尖要起来，你脚尖起来的话，这个腿肯定，假如说你这样没有勾脚面，这个人就塌的，立起来，然后挺拔脖子，千万不要再人往前倾，要挺起来，城门来，然后城上的水袖扎住，两个，对，这是一个最主要的，做动作的话都要挺拔，眼睛出去的话角度方位要放好，然后声音也是要塑造的漂亮。两兄亲，你本身自己声音很好听的，在讲这个的话反而觉得好像是两兄亲，是这种声音了啊，去注意一下好吗？两位老师好，十八相送呢是梁祝里一个段非常欢快的唱段，祝英台女扮男装，来向这个梁山伯表示爱慕，她又不能表现出自己太女性，所以这一点要怎么来把握呢？男装的表演的话，它相对的来讲的话是亮靴底，然后动作的话相对开扇这些的话都要男性化一点，祝英台是一个女装的话，她不可能这么爽快的开扇，也许他会这样，他前后面那个青青荷叶的话他就说青青荷叶，他是那种秀秀的那种开扇，就是从扇子表演给你辅助的一些道具上的话有所也会有所体现。好的，谢谢两位老师。我想问那吴老师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想问问您，就是范派与其他流派相比，它在发音位置上有什么特点吗？首先范派是比较发声洪亮，也显一些粗犷，所以说我觉得这建议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
尽可能把那个口腔、头腔、胸腔都共鸣都能够结合起来。像其他流派，打个比方说像陆派，他的声音就比较相对比较靠前，有时候会接鼻腔共鸣。范派就尽可能的声音往后靠，有些咬字尽可能去找一些共鸣位置。陆派的话会比较靠前，弟兄弟兄也可以，弟兄二人声音尽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横膈膜是往外撑的，气息要放，气息流量可能比其他的陆派啊引派流量要大，声音要立起来，自我感觉这种声音是从脑门上去，然后接一下胸腔。吴老师，今天难得的机会，能不能邀请您来跟我合唱几句？当然可以。好，非常感谢。两兄。